一个现实条文很重要。我这几天在主要跟针对于很多的县市，因为我们有22个县市在做努力。那高雄我们还是会有选策会来一人甄选，啊，找出最爱高雄，愿意跟高雄一起战斗、一起打拼的所有人选。我们原本啊，我记得我说过三月底希望能够这个处理高雄市长人选提名的这个问题。现在讲就很清楚了，当时就是锁定罗志强。那他也其实也某种程度是表达高度的意愿的啊。那后来很突然转到桃园去，这后面发展的事情你们也都非常清楚啊。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因为这样子又碰到了一些新的状况。那我们持续在征询党内的同事，同时我们也保留跟无党籍或者是在野政党的合作的空间，没有一定的时间表了啊。这个就像民进党，他在他非执政的地方啊，包括台北、新北、桃园，甚至台中，他也都还没有人选底定啊。我们也没有一定说急着就一定很快的来出牌，我们就是努力再去寻找最有战力最有条件胜选的人。